梦到打游戏是什么意思？梦到你和别人在打游戏，表示你的人际关系还不错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打游戏，意味着你会考试顺利，如愿被录取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打游戏，说明可能会遭到破坏，婚姻比较难成。创业的人梦见打游戏，可能表示最近你的亏损较多，建议调整内部管理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打游戏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但要注意不要运动过度，以免流产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打游戏，建议如期出行，会往返顺利。